为配合推动多元教育活动，加强师生间的互动交流和丰富他们的文娱生活，教育暨青年局早前举办了电影欣赏暨分享会，邀请相关电影制作人和故事主角的原型人物进行经验分享。今集要同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由香港导演李力持带领，仁济医院董之英纪念中学的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完成的首部香港学界电影《四季人生》。我叫黄国欣，在董之英读中五，我出世的时候已经少了前辈了。影片改编自仁济医院董之英纪念中学四位校友的亲身经历，讲述中学生成长的酸甜苦乐，并鼓励青少年自强不息。影片中的四个故事都让观众印象难忘，同埋获得不少的启发。就是将足球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感觉这个戏名其实因为跟我自己教学的一些主题有关，因为我自己都是教品德与公民相关的学科的，那我就想来这里偷下师看看导演其实是怎样去将一些我们所谓课本上面一些比较难明的抽象一些的议题呢，用一些写实的方式呢写翻出来，跟即我们的街坊或者可能是一些教育工作者去分享。那我自己觉得看完之后那个收获是有的。啲幾個故事咧，好勵志嘅，即係對於嗰啲學生睇幾好，我覺得好好，即係咧等佢哋即睇法佢哋啊，即人生嘅目標啊，即清楚啲啦。啊，我覺得都幾好。你咁樣，我唔知你點樣學 A level。人生如四季，四季是人生。喺人生嘅旅途上，每個人嘅經歷各有不同，要堅持而唔係偏執，有失敗先至會有成功。所以我想趁著少少時間見翻曬我啲朋友。我睇完之後咧，即係其實好多嘅感動。一來咧，好覺得好寫實啊。咁同埋響啲通過呢套電影嘅時候咧，其實都俾我哋好多嘅啟發。其實即係人生根本就係有咁嘅經歷。咁大家點樣去排列？好似李導演話，春夏秋冬啊，亦或秋夏春冬，或者係點樣去排咧？其實有時真係可以選擇嘅。我睇咗呢套戲咧，咁對而家嘅尤其是讀書嘅年青人咧，係好大嘅幫助。特別係澳門嘅地方啦。因为他们不认识到呢，是自己的幸福呢不是当然的。有很多呢他们没有心机读书。为什么呢？因为来得太容易了。尤其是澳门的福利特别好。他们想不到自己要挣扎。所以呢，我们教育界呢是对于这个四季人生呢是应该是支持。因为呢比我们勤力的学生，比我们是有志向的学生，加上我们疏散的学生呢都有益处。影视行业都是很蓬勃发展的，如果你有兴趣这行呢，我亦都鼓励你由微电影开始咯。咁另外一样就是从教育角度来讲呢，就学生拍戏呢并不是话玩咁简单咯，因为佢哋透过彩排、透过排练、透过背剧本咧，的而且确系能够令到佢哋对自己嗰个自信心系增强。咁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嗰个团队精神。咁我谂希望家长或者老师明白咯，即系戏剧训练咧系一种手段啊，个目的咧系令到佢提高自信心，提高嗰个沟通能力咯。而电影分享会更加邀请了总导演李力持以及编剧监制李仲华老师，同观众分享拍摄电影时的趣事和心得。现在就带大家重温一下。首先問一問力導演先啦，其實如果各位有留意到，其實都睇到好多力導演佢喺喜劇勵志方面嘅電影比較多啊，可能有睇過《食神》啦、《少林足球》啊咁樣。咁今次就同學生啦一齊去拍呢一套嘅勵志電影啊，其實個感覺咧係點樣，同埋點解當初會有呢一個諗法嘅咧啊，力導演？Hello， 大家好啊，有冇換親大家啊？都冇明星噶喎，好悶噶喎，都有支持啊，都有好多啊，你都有喺度啊。我啊從事咗演藝工作幾十年嘅，咁啊喺亞視工作，喺無線工作。咁點解啊導演你喺個學校裏面拍套咁嘅無無謂謂嘢啊 ？No， 呢個唔係無無謂謂嘢，係香港優質教育基金、李嘉誠基金同埋仁濟醫院咧，大家一齊去俾錢去做。
咁個目的係乜嘢啊？係咪訓練啲同學做導演，訓練啲同學做明星啊？啲阿媽一聽見就反對㗎啦！我俾啲小朋友落嚟係讀書㗎嘛，你都唔正唔經嘅走去咧玩你唔得咁樣啊！但係咧就先希望咧就家長們咧嚇，即係留意一下，觀察一下而家小朋友嗰個行為習慣啊！如果佢成日攞住部手機，跟住你同佢傾偈嗰陣時，佢唔望你。跟住咧，同人哋講嘢嗰陣時啊，擔天望地，唔知噏乜嘢咧，好似阿邊個邊個嗰啲咧嚇，咁可能啊嚇，戲劇嘅訓練或者一啲叫話劇嘅訓練咧有幫助，因為咧啲衰仔咧，你嗌背書咧，佢唔會背嘅，梗係唔係話你啦，小朋友你咁乖係嘛？但係有好多咧，又嗌我背書咧，我係唔會背嘅。點解唔背啊？我有性格，我書都好背噶。但係你將呢啲台詞寫咗個台詞之後，嗱，你而家做個古惑仔，你又做個律師咧，佢又心甘命抵翻去咧就背啊。咁所以咧，所謂戲劇訓練啦、排下話劇咧，其實就呃佢哋上當，等佢哋咧不斷地去彩排咧，就令到佢哋就可以同人哋溝通。唔好要求你個仔發達，亦都唔好要求你個仔做有錢佬。首先要求咗佢正常先。正常的意思就是望落去似一個年青人，跟住咧行為都要似年青人，識得講嘢啦，識得溝通啦，識得唱歌仔啦，當然亦都識得睇電視。當然，大家喺戲裏面見到嗰位李仲華老師啦，佢唔係演員嚟嘅。嗱，而家活生生坐喺度呢個咧就係李 Sir 啦。我喺度呢個希望咧，大家俾啲掌聲啊，李 Sir。多謝大家。咁啊，阿李 Sir 啦，咁亦都係呢套戲嘅導演啦，咁亦都係即係帶住一班嘅學生就去拍攝呢一個嘅作品。其實當初嗰個意念同埋點解會有呢部作品一個過程又係點樣嘅咧？其實我哋學校咧搞咗一個所謂傳統嘅校園電視台啊，訓練啲小記者咧。今年第11年嘅啦。嗯。咁啊，2009年嗰陣時啦，都喺嗰個階段咧，我哋就覺得應該拎咗啲短片啊，或者依家所謂啲微電影啊，啲獎項，咁都好似去到幾盡啊。我覺得帶住班仔都去到幾盡。咁嗰陣時又咁啱識到阿力度咧。咁就不如大家試下問下校董會啦，問下即係啲善長人翁拎啲分力，咁結果又批到喎，咁不如我哋做大佢咯，橫掂啲錢都拎咗咯，咁不如我哋就做一套嘅長片，做完之後試下排埋期上埋畫喺戲院裏面公映啦，咁啊成為即係香港嘅歷史上面一個大嘅突破咯。咁我非常認同阿力度講，呢套戲咧其實並唔係要做一個訓練導演明星嘅一個場地。我喺我個角度，其實就訓練兩樣嘢，一樣就係自信心，對住陌生人、對住鏡頭上台講嘢嘅自信心。而家我哋嘅小朋友咧係非常之缺乏呢樣嘢嘅。其實可能有部分大朋友都缺乏㗎，都會有少少驚㗎。第二樣咧就係責任感。這個是我見到我們過往的同學都會是有時會有些的 job 啊，或者有些功課啊，答應著先啦，聽日交啦，聽日交啦。咁結果呢，聽日先算啦，當然聽日可能是冇得交的。但是我會覺得透過拍到戲呢，他會知道原來冇得推。因為聽日我會嚟㗎啦，應承著先啦。這個世界是冇應承著先呢樣嘢㗎。你答應了我就會排曬嗰個租嘅機啦，租嘅場地啦，安排曬甚或可能係阿 Gigi 啊、心姐嗰啲明星嚟到啦。其實佢係唔單止唔可以唔嚟啊，連遲到嘅空間都冇啊！大家習慣咗之後咧，我發覺喺依家即係我哋依套班底嘅同學裏面咧，其實喺個人成長方面咧係做咗好多。咁學生其實喺參與呢一部嘅電影作品當中，除咗參與拍攝嘅工作之外咧，會唔會話有其他嘅崗位啊？咁都會係參與當中。同埋你哋兩位咧，對於學生嘅表現有啲咩睇法咧？阿力導演先啦，好嘛？我諗咧，在座嘅家長或者同學咧，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哎呀都幾得意喎，咁樣咁會唔會好難嘅咧？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學校有一啲叫做排話劇嘅基礎或者是參加過一些叫微電影的對於這件事有興趣呢，最開始四季人生呢只不過是用四個微電影加埋咁解嘅啫。每個同學你見到有四個同學，我最初的 idea 只不過是陳毅同學就拍25分鐘，
阿朗又拍25分鐘，即係咁解嘅。只不過寫劇本嗰陣時咧，就阿導演或者係老師要求啊，覺得咦咁樣好似唔係好電影喎咁樣。咁如果你話誒、哎，我哋學校想試咁點啊咁樣，咁咪拍一個微電影先咯，拍25分鐘，拍一個學生啊，你老師同埋校長大家咁多同學咁多老師有冇啲好學生啊？有啲咩好題材嘅攞嚟試下先咯，可以當話劇咁咯。咁然後跟住再拍出嚟咁樣，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基礎咯嚇。咁同埋喺而家嚟講，多媒體咧已經係密不可分噶啦。有冇人有 Facebook 或者係有微博噶？舉舉手嚇、啊，應該個個都有啦嚇、啊。以前去完旅行咧，翻屋企咧，咪翻去學校咧，老師話唔該啊，小朋友，你琴日去完旅行，唔該寫一篇感想。但係而家咧，你去完旅行啊？唔該，你攞幾張相配埋啲文字啊！再跟住咧，唔該，你拍條片咧。而家係嗰個大趨勢係咁樣。你話我哋又唔係做導演，個關我咩事啊？你去銀河做，你知唔知銀河都有個部門係專係拍嘢噶？你知唔知而家每一間公司嗰個公關唔係話喺度打電話噶？佢要做網頁噶，佢要影相，佢要拍片噶。啊，咁呢個崗位係邊個做啊？呢個崗位咪你做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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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嘛？一個人咧，佢係為自己而生存嘅，佢個本能係追求自己嘅幸福。啊，讀書係其中一條路，但係都要問一問，究竟個小朋友佢本身嘅興趣係乜嘢？跟住喺影視方面咧，其實一個最重要嘅目的係咩咧？是一個叫團隊精神，因為你無論你做第任何工都好，你不可以是自己一個人的，你一定是跟別人合作的。影視只不過是一個機制，令到他覺得哎呀好好玩啊，拍戲啊拍戲啊，但是其實就是跟不同的人合作咯。我知道爸爸媽媽是很疼你的仔女的，你是不即是又不敢鬧他啊，又對他很呵護的。但是在劇組裏面呢，就一視同仁，導演就是最大的，其他人咧都要配合，咁我諗呢樣嘢係一個好好好好嘅一個訓練啊。當然，其他你話去旅行啊、做童軍啊等等都可以訓練嘅，但係喺劇組嚟講，好似頭先李仲華老師所講，06你一定要喺學校，07我哋一出發，8點鐘一定要拍攝，呢啲係我哋劇組要求嘅，亦都係喺嗰個叫做時間管理。呢方面咧係好重要。我都好認同阿力導演講到咧，就係一個拍攝嘅工作，其實真係係一個團隊嘅工作嚟嘅。燈光、收音、導演，其實所有嘅工作崗位都缺一不可嘅。咁啊，阿李 Sir 咧亦都係導演嘅工作咁樣。咁其實你又分享下，即係你同學生嘅嗰個合作當中咧，你自己覺得學生嘅表現又係點樣啊？當中有啲咩感受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咁你係燈光一個咧，就收音。咁其實咧，我哋實際運作嘅同學人數其實唔係好多嘅，可能咧演員啊、臨時演員嗰啲可能數量仲多過幕後嚇、啊。我哋常規嘅幕後同學可能係講緊10至15人嘅啫。咁而且佢哋本身仲要有補課啊，有自己嘅生活噶嘛。咁我哋所以抽啲時間大部分都係暑假拍。咁變咗佢哋個個人我都會訓練佢唔同嘅崗位。包括我自己都是不同崗位咧，其實我都會認識嘅。咁當然啦，慢慢訓練咗1-2個月，就知道有啲同學其實對於電腦剪接係零舍敏鋭嘅，有某啲同學咧對顏色燈光嘅選擇咧仲好過我嘅。咁我就會，如果喺好齊人嗰陣時咧，佢就去做燈光咯。但係原來今日本身咧唔係好多工作人員喎，咁其實佢同我連長務連 T lady 都要做埋㗎啦。咁我諗大家尤其是我會成日都會同佢哋講，帶出個氣氛就係做一啲唔係你本分以外嘅嘢，你都要做，唔好咁介意呢嚿垃圾唔係我嘅喎，只腳撩佢埋去，撩佢隔離位，唔係我啲要我執。其實大家同一個班房同一場戲，點解唔執埋佢完成件事？好似蝕底咗，其實對大家好事。咁我諗喺拍戲上面，我同同學就會係好。就好主動去幫其他人去做其他嘢，當然自己嘅本分要做得好啦。仲有一樣嘢我要即係提一提嘅就係、因為而家嘅小朋友咧，佢都好中意明星啊，
明星啊，明星啊，真係好叻咁樣啊！咁但係你睇咁多個戲或者咁多電視，有冇一個明星令到你感動，令到你喊啊？小朋友、家長啊，咁但係頭先睇《四個人生》，有冇令到你感動？有冇令到你喊啊？啊，咁點解嗰啲明星咁叻都令唔到你喊，但係啲同學可以令到你喊咧？啊，咁係咪啲明星水皮啊？嗱，呢個唔係我講㗎。啲明星點會水皮啊？明星好叻噶嘛。咁但係同學透過一個叫演戲嘅訓練，演戲演完戲之後，你會發覺明星係咩嚟㗎？明星可唔可以令到你喊，令到你笑啊？反而銀幕上嘅同學可以令到你喊，令到你笑。咁究竟明星叻啲啊？依個同學叻啲啊？乜嘢叫先叫明星啊？才艺出众咪明星咯，才艺唔出众嘅就唔系明星咯。唔该，家长小朋友认清楚，边啲系真明星，边啲系假明星咯、啊？吓、啊，而家好多系假嘅明星嚟噶，因为而家太多小朋友去崇拜所谓叫明星偶像，但系乜嘢叫明星偶像呢？明星点解可以叫明星嘅呢？唔好犯埋啲咁嘅傻瓜明星梦啊！咩叫明星呢？唔好累咗你个仔女啦啊！即系喺而家嚟讲，嗰个社会咁混乱嘅，更加需要一啲叫做正能量，更加需要一啲即系我哋叫做一啲叫比较传统嘅训练啦。我觉得一个话剧嘅训练，一个戏剧嘅训练，系一个好好嘅对小朋友啦吓、啊。读书固然好，咁但系如果读死书嘅咧，系好悲哀嘅啊！讀書唔係為咗成績咯，讀書係要去變成一個人咯，一個 normal 一個正常嘅人咯。啊，咁我諗無論家長又好，小朋友又好啦嚇，《四季人生》係一套好寫實嘅戲，冇乜嘢特別嘅加工。即係李仲華老師付出好多，同學付出好多。我只不過希望透過呢套戲話俾大家聽，要感動你嘅唔需要明星，感動你用呢度在日常生活當中已經有很多嘢可以感動你。今日睇完喺呢度睇到香港嘅四個人生，我每一次嚟我都同唔同嘅領導講，我希望澳門都有四個人生。我都好希望。我希望即係各位家長可以放心，如果學校有啲咁嘅 project 嘅喺暑假裏面啊，好過喺屋企打機啊。咁如果我喺度鼓勵啦、啊、如果政府有資源嘅，學校有資源嘅。小朋友在戏剧方面啊，在话剧方面玩一下咧，系对佢嗰个自信心啊，对佢个表达能力咧，系的而且确系有好好嘅帮助。咁有一部咁好嘅作品啦，咁啊《四季人生》即系搬上大银幕啦，咁其实当中都一定系经历咗好多嘅困难嘅，相信尤其是可能都会有一啲唔系好有经验嘅学生一齐去参与嘅时候，可能喺沟通方面啊，可能都会可能加上佢哋本身亦都有学业需要兼顾啦，会唔会真系喺当中增加到个困难度咧？其实唔系嘅，我谂多咗啫咁。我谂啊，李仲华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啊，即係學生會主席上台講啊，陳慧玲細嗰場戲，我哋跑幾耐啊？咁啊，其中有一場感動嘅位嘅，咁就係學生會啊主席啦，咁啊彭同學啦，咁就上台同同學宣布佢去世的一刻。咁其實嗰個咧，我係拍咗幾日嘅。之前呢我哋安排咗佢好似而家咁樣啦，喺個周會裏面啦，有好多嘅全校啲同學，咁跟住就由佢去宣布啦，我哋就拍埋啦。咁但係個效果呢就唔係幾理想啊，可能係始終都係一啲尷尬呀，有少少壓力呀，我哋啲同學唔係專業嘅演員嚟呀。咁我哋再試多幾個 round 都唔得喎，咁變咗啦，我哋就清咗下面嘅同學仔，咁我哋就揾一日再拍過，咁再拍過就變咗佢對住一個急嘅場，咁去做嗰個宣佈，咁我哋都驚佢喊唔出㗎啦，其實，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咗啲音樂啊，嗰日咧就揾咗音樂，咁咧就監佢咧，其實佢都主動願意嘅，就係夜晚咧全晚都聽。是聽著同一首的即是較悲情的音樂。好啦，咁到現場嗰陣時咧，第二朝早拍咧，我哋喺個 hall 嗰度再播翻呢首音樂出嚟，全程都播㗎。我哋不過當然去走咗啲聲啦，到最後。
啊，咁呢個阿彭同學咧聽翻啲聲咧，啊又諗翻起自己即係投入咗嗰個悲傷嘅情緒，咁咧就結果嗰、那個嗰場戲嘅效果咧，即係我哋睇翻啲觀眾反應，其實都原來都幾理想嘅。睇到即係咁好嘅一個鏡頭嘅時候咧，即係你唔會知道當中喺後面付出咗幾多嘅功夫。如果唔係阿李 Sir 咁樣去即係再分享去解話，我亦都補充一下咧，就呢個方法咧，即係並唔係傻瓜諗出嚟嘅方法。即係我哋喺電視台嗰度一啲真係主角去處理一啲叫感情戲嗰陣時咧，當然唔係現場去播咩音樂啦，就係、是、自己帶個 Walkman 聽。所以有陣時喺化妝間嗰度咧，見到啲女藝員喺度戴住個耳塞喺度聽歌咧，就唔好以為誒有冇搞錯啊？吳周潤原來喺度培養緊嗰個感情，你就唔好埋去搞佢啦。啊，咁啊呢個咧亦都係好好嘅。俾一個年青人或者係俾一個方法佢哋，點樣喺一個好混亂嘅環境裏面我要集中精神。咁其實呢樣嘢喺工作過程裏面，其實我哋經常都會遇到啊。尤其是我哋影視外面拍夜戲嗰陣時候，哇出面哇鬼咁多人，但係呢場戲係感情戲，我哋唔可以俾外面啲嘢騷擾啊。咁正如學習一樣，哇好嘈啊，好嘈啦！你出面嘈係你嘅事啊！嚇，咁我塞住耳仔，我又可以集中精神去處理自己嘅事。我哋拍咗七十幾日，總共拍咗50多個 hour 嘅 footage， 最初剪出嚟嘅版本係3個鐘頭，然後跟住點樣由3個鐘頭慢慢剪到而家係100分鐘，大家見到100分鐘啊！咁幕後嘅努力係好多嘅啊！咁但係幕前咧，即係我亦都好多謝啦嚇，即係。老師、校長和同學大家的投入。不如我都問多一條問題，問兩位導演，然之後我都睇下現場觀眾會有問題想問兩位導演。咁啊，都想問一下啦，嚟緊兩位會唔會話都係喺香港學界或者澳門學界有其他嘅一啲推動電影方面嘅工作喺度籌備當中，都可以預告一下咁樣咧？依家我就拍緊第二套學界電影嘅，係啦，咁就主題就同今次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以四季做主題嘅咧，就四魂星其實比較係用家庭啊去做出發，合阿媽點樣去湊個仔仔，亦都心姐點樣去照顧病危中嘅細仔咁樣啦。咁但係咧，今次我就調轉嘅，我今次就用細路仔嘅角度啦，用一代就係小8歲、9歲嗰代嘅小學生，另外咧跳咗一個就係16、17歲嘅中學生，兩組嘅角度向上望翻點樣嘅家庭教育先係比較合適佢哋嘅咧？咁咧就都係講緊教育啊、正能量啊依方面嘅戲嘅。咁不過個 view 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依家就密羅緊，佢一路拍緊啊！我哋拍咗第9日噶啦，係啦。之後都會成個暑假噶，我哋成個慢慢嚟去處理嘅。我哋要好多角色噶，即係頭先四個人生咧，做我老婆嗰個做得好唔好啊？做我老婆嗰個做得好好啊！你知唔知係咩資歷啊？你知唔知啊？佢係董子英嘅校工嚟嘅，但係做阿媽嗰啲台詞真係講得好好。咁我心諗你點樣講到我？佢話：嘿，我喺屋企咪就係咁樣同個仔講咯。咁啊，真係亦都可以令到可能佢哋本身有呢方面嘅專才，亦都可以係發掘到咁樣啦。好喺呢個時候，我哋都睇下，現場觀眾會唔會都有問題想問一問兩位導演嘅？你好啊，導演，我想問一問咧，咁啲學生咧喺嗰個拍攝過程之中，會唔會有一啲有趣啊，又或者特別嘅意見反饋翻俾你，去到幫助呢個拍攝嘅咧，去到改善呢個拍攝咁樣？我就聽翻嚟咧，就拍攝，即係你話佢提意見咧，就少啲，導彈啊多啲，即係個更衣室嗰場咧就。因為即係啲爭執啊嗰啲咧，其實我就唔係好滿意。我都點樣玩下咁樣咧？即係有陣時咧，即係處理呢啲咁嘅戲咧，最麻煩。即係你可能8、9個同學咧，得1、2個咧係演出得好嘅啫。其他嗰啲咧就即係唔係咁投入咧，就呢個最麻煩。所以作我哋拍戲都係啦，最棘手就啲騎呢 friend， 因為佢唔投入啊嘛。咁所以咧，為咗解決呢樣嘢咧，就係、是、一定拍攝之前就彩排。不斷的彩排夠熟了然後才去拍，如果不是就不自然了。即是現在呢我
最慶幸就是大家看完之後，你不會覺得話，扯做戲咁做嘅，啲咁假噶咁啊，反而是看下看下就好像看紀錄片咁樣，就投入了。其實那些都不是明星嚟嘅，嗰啲假嗰啲冇人是明星。調翻轉啲明星啊，心姐啊，阿姜大衛啊，阿叻啊嗰啲咧，我仲講咗好多次就係，喂呢個唔係電視劇嚟㗎嚇，你唔使咁誇㗎嚇，即係平實啲。即係尤其是阿心姐，佢拍完之後，佢同我講就係呢套戲好難拍，因為個個都係真人嘅，你稍為誇張少少已經覺得你好做作啊。不過阿心姐做得好好啊，即係喺啲演喺啲真人裏邊咧，好似個阿媽，尤其是佢同個女啊幾。那個同阿女嘅關係好好咯嚇，喺屋企裏邊嚇，係咪喺阿醫院嗰度啪就刮咗疤嘅？喂，嗰下好行啊！嗰下有冇打咗幾多下？我打咗幾下，嗰下真係好痛噶嘛！嗰個應該有三個踢嘅，不過其實到最後咧，啪嗰聲咧，其實都係翻廠拍大髀聲嚟嘅。咁但係後嚟翻屋企，然後跟住煮個湯圓啊。俾個女啊，跟住咧就即係大家和和好如初啊，呢啲咧雖然佢唔係咩死人冧樓戲，咁但係好容易諗翻自己細個嗰陣時啊屋企嘅嘢，咁所以呢套戲咧我亦都好多謝阿李仲華，亦都好多謝董子英，令到我回憶翻好多即係以前中學嘅回憶，所以有陣時喊唔係話因為同學嘅阿陳毅同學離世。是很多時候是想回哎呀即年華消逝原來過了這麼多年都很懷念中學的時期啊自己看回的時候都會想回、啊、以前讀書的時候有什麼感覺樣好會不會還有其他觀眾都有問題想問一問兩位導演的呢我們可以問多一條或者兩條、哎、這裡有位先生其實真的想起這個春冬夏秋這個次序其實是比較即係好到位嘅。咁因為我自己都教書嘅，咁我同啲學生都有分享春夏秋冬呢、這、一個即係呢個部分啦。即係我就比喻為上坡嘅路段啦，即係你哋青年嘅。咁去到中年嘅時候喺個山度回顧翻，跟住落車，咁其實都好唔一樣嘅。咁其實我就想聽多啲阿李導，其實你臨尾嗰個片尾個部分，可唔可以再詮釋多少少？因為有時候先苦後甜，因為先甜後苦咧，因為呢樣嘢有時候小朋友未必知道，即係梗係想就係、是、即係小朋友嗰陣時候最幸福嘅，咁一路幸福落去啦咁樣。咁但係就算你係李嘉誠個仔，你都唔可以甜甜甜甜甜㗎，春春春春春㗎嚇。即係春夏秋冬，一個人係一定要經歷過。咁同埋如果你係即係學過即係紫平命理或者學過。術數咧，你知道一個甲子係六十，一個甲子係六十喎。咩叫一個甲子啊？咁樣啊，即係我氹你少少啦。原來嗰個地球嘅太陽系啊，圍繞個銀河系一圈就六十啦，六十年咯。咁你六十年裏面咧，其實已經經歷你生老病死。咁你睇翻香港，睇翻澳門好亦都唔可能永遠好落去，就總有高高低低啊！所謂春夏秋冬，人生四季咧，只不過希望就趁年青嗰陣時，年青力壯咧，就拼搏一下嚇，即係先苦後甜，因為先甜後苦，大家選擇啦嚇。如果你話我唔要，我係要甜甜甜甜甜，咁你要揾李嘉誠咯，我要做你個仔。如果唔係，我見唔到咯嚇。即係你，如果你係喺前面係甜嘅，就後面係苦；如果係前面係苦嘅，後面係甜。咁我諗呢個係一個規律咧，一個自然界規律啦。咁即係只不過係一個作為一個導演，將點樣將一啲意念化做一個作品咧？咁四個人生係一個即係一個例子啦。咁希望啦希望四個人生係能夠感染到大家，感動到大家，然後跟住。翻去同校長講，同老師講啦。哎呀，我哋都想拍四個人，真得唔得？好，今日都多謝兩位導演啦嘅分享嘅，唔該曬。